今天年初四2月15号，我在采了一些生菜，然后就拿来再包装一下，然后升级版哦，来采了一些，昨天也采了一些，然后今天采这盆，然后升级版，然后把它包装一下，因为昨天就是情人节啊，今天年初四想到，哎，对哦，来包美美哦，多几天年初八晚上拜天公可以用，想看吗？怎么样包？走，去看看，包了怎么样？其实昨天有包了一些，然后我没有留那个根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兄弟姐妹说，拜天公要有根的啊，所以才想到，哎，好彩还没有采完呢，所以这样包装，然后再进多一个纸袋，这个就是升级版。里面有两种，一种是美国生菜，这个是美国生菜，这个是哪一种我都忘记了，看看那个包装种子，这里我就可以给你们看，在竹青就不能看，竹青有些给看的，有些给卖种子的看到又把我拉黑了一下。这个是美国生菜，是这个品种，但是种子比较少了。还有一个是哪里的啊？这个就比较多，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这个啊，就是这个，因为它叶子不一样啊，这个比较圆啊，这比较圆的现在。是要45天的，现在才30多天，所以就把它采下来，把它打包。倒转了，这个种子，所以这里有两种，哦，所以就把它包成这样子。这个就是升级版，美不美？然后再进要进多一个袋子，再进多一个袋子，就比较哎呀，我一个手也很难，不要，等一下才放。这样才像样子嘛！昨天的好彩没有采完，说拜天公要留根，所以现在根我没有采喽，根都有在啦。所以把它包这里，这个我看啊，2个星期它都不坏了，因为它有根在啊。平时我根拔掉，我看2-3个星期都不坏啊，因为我都没有打农药啊。这样才是嘛，看到吗？要包，应该有些纸我买不够了。然后剪一些这个，弄一些这个这样子，没有啊。如果现在11、12点才好，因为下午很热啊，那个菜全部都已经干掉，然后刚才撒一些喷一些水，然后它就长回来，现在快快包了，等下放去冰橱里。这个啊，应该。可以分给很多人哦，现在今天应该可以包到20多个了，应该是，明天再包多20多个。好了，我忙了。其实昨天情人节是我的生日，你知道吧？那我才想到，对哦，可以拿了这些来包哦，所以今天才弄了这样子出来。搞点气氛嘛，中菜。搞点来玩玩嘛！好了，谢谢大家了，要忙的了，还有很多工呢。新年快乐，祝大家健康啊！疫情越来越少了哦，不知道几时才可以到处跑哦。好了啊，谢谢大家了。